哎，你说这个远，那我走的那个桃源谷的那个，我跟你讲了，蒲公你规划这个蒲公，没人敢来这里的，这个了。会啦，怎么会没有人敢来？那来的人多了。你要走贡寮更远，那一看，当然看地图一看就知道了。那不然就是直接坐到大理，知不知道？直接坐到大那理，里可能比较近一点。直接坐到大理，然后直攻上去，攻上去，然后走回头路，就不要像我们这样子啊，A 进 B 出这样那还不是托物放不一样啊？一个从那边，一个从那边，近一点呐、啊，近一点，一个稍微从近一起点。点，一个从终点。对。你还是有人走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走过的痕迹，看到没有？还铺叶走子，过的痕迹吗？对啊，应该铺叶子，看到没有？铺叶子，这都是人家铺的啊。我感觉那是很久没人走了。也走的人不多啦，不是没有人走，走的人很少。你看这个，长的是跟长到那个缝里面都会长出树来。那就表示很久没人走了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都不，这个都还新的，搞不好前面那个人走的。我们刚才前面有没有？前面不是有一个人吗？前面那一个人。啊，前面那个人走的。不可能保留那么久。还挂了一条毛巾，有人毛巾掉在地上，你知道吧？毛巾还衣服啊，衣服啊，有人衣服掉在地上，这个、一定是不是故意的？他是故意的，这个是叫指引路标。对他不是、啊、他掉到地上有没有哈？他掉到地上以后，然后他把它捡起来，挂在那里。哎，怎么要往下面走？啊，要往下面走嘞？来看看，怪怪的，为什么要往下面走？下面还上面？下面啊。